最厉害最厉害的压箱底。今天呢，非常诚意的推荐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背起来，有所成效哟。OK， 我有自信的。OK， 谢谢姐。这条修一条起来，阿斯川先生，你随便吃捞卤蛇、烤卤猪，还有我们的这些盆菜没有问题，这条一样可以让你现瘦。一条还是魔力的小鲤鱼。OK， 好了，之前带给大家的都是蛮艳丽的，那我现在给大家是一条，不一定叫艳丽，但是稍微有点什么，有点特别味道，是不是？有点显成熟的。虽然成熟，但是也会觉得非常的很奇怪的感觉。这个裙子上身蛮好看的，因为这个裙子它是带有蕾丝，然后穿上去稍微有点让你觉得有点稳重，但是也不觉得很老气。Okay, this color 我们还有一个 white color， 这个其实它的类似的很棒的，做的非常棒的这样子，仔细看。是，然后这样子一个透明的薄纱这样子。这个中码有点偏小，但是我觉得刚刚是因为你在比
S 和 N 之间，对不对？